小璐被爆出出轨风波后，跟贾乃亮到底会不会离婚，就一直是大家关注的重点。而最近曾经采访过李小璐的台湾主持人海翔爆料，李小璐曾经跟他谈过他的感情观，他觉得要找一个爱自己更多一些的人。如果李小璐真的说自己要找一个爱自己更多的人，那就有点耐人寻味了。贾乃亮爱李小璐不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吗？而且是超爱超爱的那种，微博上经常提到老婆孩子一家三口的合影，幸福甜蜜。李小璐喜欢嘻哈，他也跟着嘻哈，是捧为他的弟弟，可结果却在爱情面前，贾乃亮一直是卑微的一方，但最终却换来李小璐的出轨。根据李小璐的说法，难道贾乃亮这些都是做给网友看的？李小璐不知道贾乃亮很爱很爱他，不，其实他也很清楚，不然也不会在上节目时秀恩爱说了那么多细节。比如说为了追到他，贾乃亮打了一串耳洞又疼还化脓了，追他也是追得很猛，把他父母全都感动的抱怨李小璐怎么能对贾乃亮这样。在追到李小璐后，贾乃亮当桌掉泪了，因为圣诞节对李小璐很重要，贾乃亮早上飞走，晚上又回来陪他过节。李小璐生病住院，他也陪在他身边日夜守护，从好朋友的态度也能看出贾乃亮对李小璐的好啊。郑恺在采访中就说了，他们在拍戏的时候，贾乃亮哪怕只有两天的休息时间，都会从北京飞到海口去看李小璐的。还有很多照片足以证明，看这张下大雨，贾乃亮为了不让李小璐沾到水，抱着她过去。如果这还不算爱，所以贾乃亮对李小璐是真爱了。但李小璐还是跟 Picon 闹出做头发的风波，难道是 Picon 比贾乃亮更爱他？但是从李小璐学习哈风，戴着同款帽子，穿同款衣服，经常发微博后面带一条鱼来看 M 谁爱谁还真说不定呢。贾乃亮这样爱李小璐，李小璐却只喜欢做头发，也难怪网友们纷纷心疼贾乃亮了。